打个三，可恶，畜生！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蔡宇，又来到了我们的梗图系列。我们上次 VTuber 梗图已经达到了目标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看我们的 VTuber 梗图，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说觉得，黑羽的笑点是不是变高了，有吧？对，那我们今天处罚是他，我们德安青草店的百年传承苦茶，希望他可以找我工商，对，我们可以长期合作，他们的苦茶真的很苦，一种希望跟对方合作，但是又不希望的感觉。对，他就说好啊，可以合作，但是你每次要喝一罐，那先不用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吧，适当疗愈人性的笑友。为什么你们会有鸭狗？疗愈人心，鸭狗，我当初想要的团队，现在的团队，白鬼好可爱啊！再来，直接承认喜欢 Kiara 了。嗯，他有在歌里面写 Sodori， 就是不想直接承认喜欢 Kiara， 然后在歌里面写到人家。哦哦，干！对不起，梗太深，我没有直接 get 到。你不是说你常听死神的歌吗？我超常听的。那你怎么不知道呢？嗯。为什么这些平胸的女孩都这么危险？你知道我是看到哪个想笑吗？右上吧。没有，右下。啊？为什么？星星。你们好过分哦！做这样梗图人真过分。好，我们再来。我不想喝苦茶。天哪，连续开台十小时，简直是要了杀命。那我连续开了二十七小时怎么办？三九啦，各位一起来拼三九。原来 VTuber 是需要睡觉。What the fuck？ 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而且他还故意用他的眼睛超大的样子。你有听过他唱《亚拉那一嘎》那首歌吗？超好笑，他忽然把眼睛睁超大的。结果我是被其他逗笑。女人吵架起来可是很可怕的。这个做梗图的人很懂哦，是不是？对，小时候我看了剑兔，现在我看了剑兔，非常合理。Pico， 哦不，现在都没有笑，可恶！现在笑了吗？不算，现在还好，现在还好。正在监听的王景听到，哈哈哈哈！好油油到我受不了，太油了。一，好，哈 ，YouTuber 是三小，不就是会动跟装可爱的纸片人吗？我今天就算从淡水河跳下去，我也不会去看什么 VTuber。我今天可以破头了，才好 SC。看那个反差真的是很靠腰。太多 VTuber 名字，个性都没几首，又出新的 VTuber， 管他的，全订阅。我就滴滴。没有，还有全家会员。我真的以为我在看英文课程，实际上我看的英文课程。我跟你讲，真的会进步哎。常看 VTuber 是有机会会进步的，如果真的有心的话。那你有心吗？我没有心。以前的我，时间是无形的，现在的我。是什么蒙蔽了我的双眼？想要怕时间，这就跟想要干细胞一样。嘿嘿，不爱。啊哦，真的哎，有点像哎，螺旋桨真的是有点像啊。啊，他的胸部真的是，哎，啊，进口十一月直接失败。大部分喜欢的鱼，我喜欢的鱼，没有，他喜欢的鱼更不一样。我喜欢的鱼是外面那个鱼。有三个版本了。Boss 和你战斗时 ，Boss 加入你的队友啊！干，真的完全一模一样。鲨鱼嘛，死神嘛，克苏鲁嘛，然后跟那个不死鸟嘛，然后加入后就变这样。Excuse me，YouTube 在直播上加入我，哎，干，真的，我很懂哎，这是什么什么什么上啊？库罗哈尼上，阿里嘎多，谢谢小卷，大哥。哇！畜生！太大声了，我的天哪！打个比方，我对我就烂梗会笑感到很惭愧，你就会被这种梗逗到啊！欢迎大家投稿各种这样的梗。那现在你听到声音的图啊？哈哈哈！啊！好可爱哦！这个我觉得感到可爱，还好还好。小时候我学日语，现在我学日语，有梗但是没有好笑，嗯，对。我昨天晚上是在电视上。等等 ，Hold on， 有一点点像，但还好。你知道下面那谁吗？刹那，那个棍勇的那个。哦。对。如你老婆在夜视镜露肚脐，擅长插线，能快速移动，那么看来你爱的是新碗，很嗨哦。
可以可以可以，可恶，我还会 Apex， 可恶。Yeah。露西亚是嘣一嘣一发出想活下去。什么脸啦？我对于三十秒前自己想要揍他。鬼打墙。鬼打墙。哦，这个真的很靠北，正中，这正中我的笑点。可是你忍住了。对。哦，这本人看到会气死吗？好想看 VTuber 看他们梗图哦。啊，可是他们、哦、无情单杀。没有没有，我没笑啊，我没笑啊。无情单杀，会不会下来是无情双杀？怎么会这样？你个贱人！哎呦，我本来没有想到这么做的。几杯了？六杯。还没结束。我们今天用软棒打我，不然你给你铁棒。不行不行，铁棒你会数掉。天下太平，你很会哦。这样陷害你老板，你确定图片没有声音吗？有，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那个、欸，我有看过，他大暴走啊！拍桌拍桌，沙尘暴。你刚是笑吗？没有，我刚是咳嗽。屁呀、啊！我觉得不行。没有没有没有。猜拳。没有没有，谁可以猜拳？下一个。我说。沙雕。我看你的表情觉得很好笑。你们真的很奇怪，大家都很会投稿。朋友，你在笑什么？金瓶梅。好，能让白鬼祝我生日快乐吗？这个太难了，换一个。那能让大家每天开台吗？恭喜你生日快乐！一个月没开台的他，啊，终于结束了。哦，六杯，我要数了。很像就是借酒浇愁，一次喝两杯混酒，fuck！ 各位观众，如果想见影片的话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喜欢，你们最好他妈给我点喜欢。太凶了！继续追踪我个人 B H L M， 按照我分出来黑 I B， 追踪的是个 B， 我是个人巴士。那我们就下一步再见，拜拜。